么很荣幸担任这100岁的这个家长会会长这个工作。那么在此也感谢今天拨空来回母校来参观这个来见证100岁的这个校庆的活动。那么我们在此也感谢我们所有家长会以及历届家长委员历届家长会这些会长们，还有我们很多这些社会企业社会企业还有一些机关团体对于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家这个百周年这个校庆的一些活动的经费赞助以及礼品礼品这方面的提供，我们谢谢谢谢这些单位。那么看天，看天，讲话，讲话，过来，讲话，再讲，就是有点小。